2022年，钱塘区发起钱塘富硒稻认养项目，将钱塘50亩的稻田搬上云端。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无人网，今天我参加了云认养，秧苗还没有扎完就有了收成。前年我稻谷收了，天气不好卖不出去，今年我参加了云认养，稻谷不愁卖了。钱塘农民们怀揣希望，默默耕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山泉水昼夜奔流而过，灌溉田间。土地的故事，水源的故事，时间的故事，农人的故事，都藏在这一粒粒中，成为钱塘富硒稻米的故事。我们安装了多个摄像头，通过网络我们可以多角度随时随地的观察到富硒稻米的耕种和生长情况。我从小就在农村里长大的，这个小程序有24小时的直播，我可以随时看到稻田。认领一方稻田，闲时便登录小程序来云游钱塘，看山影叠叠，田边农家，看秧苗稀稀，禾苗虾肥。丰收时便登录小程序来验收您的稻米，看农人收割忙，看稻谷喜洋洋。今年我53了，等你们来钱塘，我会讲我们钱塘的故事给你们听。看我这块田，环境地理位置非常好，今年一定有好收成。我家里是01号田，我家的田是08号田，我家的田是18号的田，我们家是38号田。我在钱塘有3田，欢迎您来认养我们稻田。